不对，枪手死了。来来，打开你那把钥匙给我啊！我是工程，作为一个黑奴，要个船长宝箱不过分吧？牧师，你在干什么？船长宝箱钥匙在哪儿啊？打赏了你30元，说魂我掉了吗？有没有人说话？有问题，没掉，没掉，不是退了，是掉线了。加煤，加煤，掉了好多。八块煤啊，八块煤，哥们，兄弟，我摸个夹再走啊。摸摸，我怕这个逼猎人把老子给宰了。他们船长宝箱钥匙，刚才谁打牌赢了呀？那个人是狼，他没丢钥匙，把钥匙拿走了。注意看，你注意看。哎，没摸到夹子，我走了，哥们儿。好的，你快去吧，少拿九块煤。已经来慢了，不怕，你知道吗？烂命一条，你就把他慢煤拉满，要杀就杀，把他绕柱子，秦王绕柱子，我不怕的。你干嘛、啊、兄弟，你追我干啥？老子回船、啊、你回船你往我这边滚，那不直线吗？就两点之间直线最短、啊、你管我怎么走。谁死了？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一直死了。你死了，是狼。 你是谁？然后你怎么死的？船长是狼，医生是妹妹，船长是狼，医生死了，枪手是狼。牧师想干嘛？牧师，我踩夹子了，船长是狼。小心点，有夹子，小心点，船上有夹子。我操，谁是野狼啊？厨子来帮忙，厨子来帮忙。来了来了来了。船长扎古刀跑了。哎，医生啊医生，你太笨了呀，都告诉你船长是狼了。一句话不都不说啊，是吧？我被枪，你是你那个牧师、啊、说错了，那牧师看到我踩夹子了，我告诉他这个船长是狼，他一句话不说，然后就送哥们儿，牧师，你还剩几个人？我操！船长没有打的只有一丝血。船长，我看牧师上有没有夹子，有没有钥匙？牧师没钥匙啊？没有钥匙，不找了。你坐会儿熬吧，那个。厨子，你去找钥匙。厨子找钥匙。我有机件，有骨头，你可以做工。你帮我做把工。船长跟那个谁的？枪里的是谁？医生。枪手。啊，船长枪手双。我靠！我操！这还有个夹子，我没看到。没事。真的呀。我没有钥匙救你，你先坐会儿牢，等会儿有钥匙救你 ，OK， 兄弟。我把饭做上，然后我去找。这枪打完了，开吧。上摸了下面的铁。吃饭了。来了。先别吃饭，兄弟，先来拿东西，再说，兄弟。
哪了哪了？我搬不，你们煤炭不用搬，我等会儿搬，我等会儿烤完火我去搬。那个医生，医生，医生来找我，医生来。阿斯伯白的熊，医生，我一会儿给你的，你去给个军刀，你给个军刀，你拿着吧。牧师放出来了吗？牧师，牧师退了吗？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。好，对，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。哦，都出来了，都出来了。你搁这干嘛呢，兄弟？下去干活啊。军刀拿着给你呀，我有武器，拿着。啊、哦，谢谢。中岛的包摸了吗？你不要离船太远，你吃亏，你只有一条命了。中岛的包没摸呢，我去把、啊。中岛的不是医疗 医生包。他应该没摸，没摸。杀疯了，打赏了三十元。说魂子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不拿洞里的铁，拿木头？因为一般第一天厨子回家会缺木头烧火，洞里没木头，第二天就去了，不着急。厨子没，一般没格子放木头，我是不让厨子拿木头。牧师没吃鬼，不知道谁吃了鬼。我爸爸，我爸爸。那个医生，医生呢？医生不说话，医生不会死了吧？猎人，你扒了几块？三块，我还有五六块熊肉。谁死了？啊，够了。导航死了。导航干嘛去了？导航？炸山去了。第二条命别出去了，别炸山停车了啊！第二条命别炸山了。啊，知道。还有机件吗？没有机件，没80的。煤炭你们谁拿的？怎么没有煤了？我拿，全运回来了。那你们开吧，你们开吧，你们开吧。加了 GS， 加了 GS。我去用一般煤，我去用一般煤，你们开，你们开。我一个工程，我去玩守护熊上山牛是吧？吓我一跳！那个狼在山上。啊、哦！你这边挂点东西吧，看能不能再做把摸点，看能摸骨头。我去洞里面把狼的那个啊骨头没被摸，我去洞里面去拿煤。你这边摸骨头做工。好的好的。哎，铁被摸了。拿完了吗，兄弟们？你们还有三块，我拿不下。不过不缺了，不用拿了，不用拿了，缺 U2 了。没事，我去拿。鬼还有80秒，你自己小心点啊，自己数时间，别到时候死了。啊。牧师跟医生没死绝吧？医生死透了吧？啊，医生死透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没见啊。坏了，我让他别出去啊。我跟他说了别离船太远，还是死了。木板不用想，木板不用想，没够。刚才有人在冰面上。坏了，导航不会死绝了吧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快上，快上！他们说医生死绝了，少个队友，只把五个人。直接开，直接开！我还有三块煤，他有六块煤，直接开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那个太冷了，救一下！我操！来了，来了！你吃鬼了是吧？坏了，坏了！哪儿呢？说话。找不到船，找不到船。在我这，在我这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
人呢？我趴，我倒了，我倒了。你在哪儿？后面，枪后面。我拿不下，还有点东西拿去，我把东西拿回去。没事，我有钥匙。他被救了。我出来了，出来。出来去，前面。六个骨头在我这儿，先放到炉子里面去做大餐吧。他现在没有鬼啊，我出去了，我出去掰煤了。你们自己再往前开一个，我直接开。有船吗？直接往前开。掰煤。现在加煤直接开，只有三煤来着。饭吗？还给我送罐饭，兄弟，没寒冷。厨房底下不是有啊？给我送一罐，我开船呢，给我送一罐。这游戏你一条命死了第二条命尽量就不要去送了，像医生这种他死了一条命我跟他说第二条命别去送，答应了然后继续去送就挺离谱的，你就在船旁边就行了，又不需要又不用你掰煤，煤都是我在掰，对吧？如果没人掰煤，哎，你没人掰煤，你去掰个煤，你去掰个煤，然后对吧可以理解，因为有人掰煤你还去就有点不太好了。没有人死透吧？没有没有，没人死，没人死。走吧，准备上车，我这边建够了，我这边建够了，走吧。你们有人能守家吗？能不能把我看到？我睡一觉，我失血。你们谁有剑？我没有，没基建。我有基建，但等我起来，我给你吧基建。你们谁守家？我可以给你们四个匣子，在工作台里面。直接放工作台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我先打熊。放工作台吧，我守家，桌子守家。我打。你半血，你守得住吗？差不多吧。你加油吧。导航走了，
Yes， 给船长送东西了。枪手死了，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八个点已经被修复了，去下个游戏吧，好吗？说我卡 bug 了，去下个游戏，然后向我道歉就行了。枪手，船长，双脑，船长死了，我不知道船长怎么死的。他这个 bug 点，梯子原本是能是往上爬，然后你在梯子上疯狂的摩擦，这个石鬼会全部跳楼，然后你再爬上去，然后技能全部白给。但现在这个梯子是只能往下跳，不能往上爬。你不要，你开个自定义，你去试试，好吧？船上有人吗？有有有，枪手刚走。我那个船长被我杀了啊！不是船长，什么？船长的包被我舔了，船长被我打跑了。我这边有把枪给你，哪边没夹子？我能从这边上吗？右边没夹子，右边。夹子全在左边，来吧，把枪给你，我走了。OK OK， 我得拿点吃的，有点饿。身上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烤火，夹板，夹板。好的，我先烤火，先烤火。船长被我他妈一枪两弓打跑了，差一劲就死了。拿我这给我。枪手死了，然后刚走。给我两罐吃的，我走。给我两罐吃的，我让你帮忙快点。在夹板呢，我丢夹板了，等一下给你拿。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我走了，兄弟，你加油。走吧。下来，我帮干油了。我过来了。那船长一丝血，船长被我一枪两弓打跑了。别急。你慢慢搬，我帮你接轨。可以。冷不冷？冷不冷？要不要吃的？不冷。我有带好几罐。好了，鬼全没了。他们没技能的。护盾被我拆了好多，然后技能也被我打出来了。白胡子，枪手，船长在我这儿，过来帮忙。30元，说官方新开拓的还在这找卡特，新玩家能不能下课游戏点？不会是用中摆的。哦，我中死了！小男子，哎呀！我那个是大，可以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我一个头牛啊，哥，弟弟兄弟们，你这个枪手怎么死的，那个船长？他自己炸毒针，把自己就是捡了一个猎人身上的毒针，然后自己死了。不是毒针吧？他应该吃了我烤的肉，那个肉是我下的毒啊。哦，那猎人死了是吧？猎人死了。我告诉你什么情况？你们右岸那个保险箱里面有个毒药，然后我把那个毒药拿了，帮你们烤那块肉放在里面，然后上那个毒，被枪手吃，他毒死了。没办法，他太大意了，买了东西他都拖我太有节奏了，我拖了这么点。我就说他妈枪手怎么被你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搞笑了，我操！我上面还藏了一桶甘油的，你知道不？我还等你们过来抱一个人。可以。然后他死的时候，他技能也没放出来。两波三级鬼放出来，山上那个人死都死透了。确实。三下那个人是我，我跳楼打了你们。对，三下那个是我。图腾没几个。图腾也被我拆了。
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有几个，三上都没上去，不知道他在干嘛。这枪手绝对是吃了我的毒肉，因为猎人不可能有毒针的。我看一下，你看枪手有没有去优化就知道了。枪手有去优化吗？没去优化吗？没有，他不是我的毒肉。我这个时候过去烤的毒肉，我烤完毒肉我走了。啊，左二，对对，左二。哎，不对，他没有吃我的毒肉呀，那他怎么中的毒啊？难道真的是猎人的毒针？哎，那阴森猎人哪来毒针啊？那就是猎人也翻保险箱翻了个毒针，猎人也在保险箱里面翻了个毒，然后给自己的针抹了个毒，然后用生命带走了这个枪手，那好恶心啊，下毒啊，操！哎，猎人第一条命怎么死的？猎人死了就退了，看不到的好人下毒看不到分的。不是，猎人为什么死了就退了？能看到。看不到啊，他妈不是的，我以为是我上的，结果不是我上的，我以为是猎人上的，哪以为是猎人上的，结果也不是猎人上的，竟然是他妈牧师深藏不露，我靠，下毒哎呀，太离谱了呀，这个牧师从头到尾给队友来了一斧子，砍了他15点血，然后再砍给队友来给我好砍了我一刀，然后开场，然后完全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，但是他慢慢发了一个网语，猎人是一次都没死过的，猎人两条命死了就退了，猎人结果这把赢了，哇，只能说这把牧师 MVP 哇，一比，我操！